我们要懂得菩萨的用意，在缺乏饮食的时候，菩萨出来做榜样给大家看，这个榜样舍己救人，能够牺牲自己，欢欢喜喜舍己用人，纵然在这种不幸的环境出现于世，佛菩萨还是笑眯眯的把自己这个业分节省下来给苦难的众生，让我们要学习这个精神，用意在这里。我们要学佛，不学佛的人他在争，在争取，只有慈悲心的人舍己为人，让别人先去，我最后去。只有佛菩萨实现舍己供给别人，这佛菩萨，我们想想还是学做菩萨的好。吃吃时间都是短促的，做得干净，做得彻底，就是学佛菩萨做得彻底，做得干净，爱人爱到底，帮助人也帮助到底，我有多少不是多少，自己不需要留给自己，留给别人，留给自己善人，我一分也一分，自己一分都不要了，供养给一切大众。菩萨，佛菩萨做榜样，实现给我们看，这比劝人还要高一级。这是佛菩萨，没有宗旨的，遇到了，这就是标准。自然的奉献，像母亲带孩子，没有思考的，没有顾虑的，做出榜样来给一些苦难众生。不管社会怎么动乱，居住在这段众生个个都能够遵守，这叫菩萨道场。虽然有灾难，菩萨待人平等，没有后果，我们学着。庄严
报上，同生极乐。